范围扩大，台北市长蒋万安上午也到现场来视察，赶紧来听听他的最新说法。我们即刻的这周遭的住户也请其实工会他们来进行监测，目前了解有6个人工监测，还有4个自动监测。因为现在已经是星期一早上，所以要确保相关的交通不受影响，我们也即刻了进行相关路段的封路。所以从西宁到环河这一段南京西路双向，我们先封路，确定就是在深度比较深的卫工管，也就是污水管这边有破损，所以我们也即刻的先做了分管，就是这一段我们接下来就要把它废止。